多少年了？其实你做这个？我这边是开五年，龙尾那边开三十多年了。开三十多年。1983年到现在。早上你是在那边的、啊？啊，在那边对啊。早上，然后那边早上对。这个有拍到吗？啊，有啊有啊。这个什么鱼来的？沙丁鱼，沙丁鱼。哦，沙丁鱼来的。我们是没有猪肉啊、哦，他们那些分析的他们是有吃的、哦，是说有些比较传统啊，他们一定要看到那个哈拉的字啊，才敢吃啊，那些就他们就不敢吃了。这个三轮毕竟是华人的嘛，这个三轮车那个招牌已经是相当久了，那个1983年哦，我的爸的做到现在，做到现在啊。1983到现在已经多少年了？三十多年了。这个就是 basic 啊。这个有放鸡肉啊，basic没有放鸡肉。哦。